谢谢。非常感谢董飞今天来到《非你莫属》。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天津卫视一直在为弘扬国粹、弘扬传统艺术做出我们的努力。那今天呢，董飞把你邀请到《非你莫属》，也是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组为弘扬国粹尽的一份绵薄之力。其实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对于我们董飞的这段经历的了解和他现场的表演，能够更好的认识京剧，更好的了解京剧，从而让一些朋友喜欢上京剧。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汇西成海，让国粹，让京剧这门国粹在新的时代发展当中不断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工作高手这一环节的最后，让我们伴随着金歌《梨花颂》来结束工作高手这一环节，请欣赏。Thank you.